会只是半两。晴天大圣穿的和我很像，信仰魔法能把影子变长，气象流星云在载着棉花跟软信念，推我冲破天空，一滴都要旺旺。Momoking 看着前方， Momoking 变出翅膀，向着目标飞翔。是我，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我肯定会到这里来。你原来没有真的逃跑。你们应该感谢我，故意让你们找到了宝藏。你是故意的？当然了，我一直都在为找到宝藏的入口而头疼呢。假装把那个笛子扔掉，就可以帮我不少的忙了。我只是略施小计，就让我毫不费力地来到了这个地方。你还高兴得太早，看我揍扁你这个大奸臣！你来把这些小朋友们清理一下吧。遵命。淘淘，我们再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猫猫屁大变身！嗨！嗨！嘿嘿。上一次是大人故意让我败给你们的，真是狡猾的家伙。我要从哪一个开始呢？哼，不会让你伤害到我的朋友的。来吧，我们决斗。小朋友，你的实力也还不行。你不要小瞧了别人，没试过怎么知道？哎，嘿，呀！太慢了，小朋友。Momoking 加油啊！嗨，嘿，这下可不好，变身卡对他没什么效果。小朋友，还想过来玩吗？糟了，Momoking不是他的对手。祖先，请借给我你的力量吧！不是动物了吗？让我见识一下大圣变身的厉害。Momoking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打倒他，打倒他呀！嘿，哎呦！哼！耶，太棒了！哦，下面就剩下你了。上次没有狠狠揍你一顿，真的便宜了你这个大坏蛋了。老夫就这么容易被瞧不起吗？再见吧，身手不错的小猴子。Momoking，嘿，这东西对我是没用的。那对他们呢？婆婆，你可不要乱动，
下次我一定不会打偏。卑鄙的家伙！我数三声，你给我变回原来的样子，然后你们乖乖给我站到墙那边去。一、二。财宝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这个宝藏里还有传说中可以征服一切的武器。难道这里还有别的宝藏？拥有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，就等于拥有了一切。哈哈，让你们看看宝藏真正的面目吧。这是真正的宝藏，这是图书馆。对了，原来所谓的解药就记载在这些书里面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征服世界的武器怎么没在里面？怎么没看到武器？看来这位大人失算了。不可能，这里应该有摧毁世界的武器。你不能破坏那些书，那些才是真正的财富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破坏了书又怎么样？你们阻止我征服世界，我就杀了你们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他碰到机关了吗？触动了保护书籍的机关，也算是罪有应得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原来天下第一宝藏就是这些书啊。因为知识才是战胜一切的力量啊。这里藏有古今三界的所有书籍，号称为天下第一宝藏，一点都不为过。嗯，快看房顶啊！糟了，这里渗水了，我们快逃出去。看来这也是宝藏的自我保护机制之一啊。我们要在这里被活活淹死了。就算找到了解药的配方，出不去也没用。小猪，你快想想办法。猪猪加油，这次我们靠你了，我相信你。有了，我找到了。图书室和藏宝室其实是分开的，采用的是木质结构，将图书室和藏宝室的分离装置启动，图书室就会浮上水面。那分离装置的控制器在哪里呢？就是那个东西，只要转动它就会关闭图书室的大门，按下圆盘中心的分离装置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去关。去开开关的人会被永远留在藏宝室被大水淹没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有人要牺牲。对，猪猪，我去吧，你一定要找到记载解药的书，然后去救儿童王国的大家。Momoking，不可以，你才这么小。没时间了，我再不去大家都要死。嘿，你们照顾好 Momoking，这里就让我这个大人去吧，你们都是孩子，还应该活得久一点。老大，别废话了，你们还不听老子的话，给我好好站着。这么紧，我的力量推不动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好兄弟，大道、财宝、环子，
肠胃非常好，还很蓝太阳。